你胃口不好，吃饭越来越少；第二，你的吃的时间不规律，没有定时吃饭；第三，你吃的东西加的盐还有糖越来越多，因为你的味蕾可能比较不好。这个呢会导致我们营养不良，或者是肌肉呢它可能会开始变弱，可能会影响了你的健康，也影响你的大便。所以要怎么办呢？很重要的是一定要吃的健康有营养，还有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，而且要定时在这个时间吃饭，而且可以就是尽量少油少盐少糖，还有做多一点运动来促进一下胃口。第一，抽烟危害健康，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后第二，喝酒也是对身体不好的，特别是大量的酒会容易导致体内生湿，然后对消化非常不好，所以可以的话尽量戒烟，少量喝酒。如果家里有一些养命酒啊，还是那种养生酒的话，问一下医师先才可以喝吼。睡眠不足可以导致精神不好、体力不好、心情不好，最终影响健康。那你可以第一定制你起床的时间，那你晚上会比较容易去睡觉。第二，做一些运动，让自己比较累，晚上可以比较容易睡觉。然后第三，教你两个穴位，按摩一下，然后让自己睡得比较多，比较好一点。所以有一个呢是叫神门穴，它刚好在这个腕关节腕横纹的外面，在这里按摩一下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呢是在安眠穴，安眠穴呢刚刚好在这个耳朵这个乳突的后面后面下方，所以这个地带揉一下就可以了，至少要揉100下哦。